这是装饰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64首诗，关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。杜甫。关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。杜甫。大年二两十外十九日，贵府别家原地铁，见林荫里十二两舞剑器，壮其威气，闻其所思，望以公孙大娘弟子呀。开元三载一向东地去，既然先关公孙氏舞剑去，魂都琉璃顿处独出关西，诸葛亮一春的万里地方略人，几月江行下虎是武家心闻心武红的切，公孙一言一义容貌金衣红衣别秀，金珠得珠一回心安，即便地又来地破烂木衣，无数空开了为金气焰，十几个人将下先出西天，所向已入乡，将公孙大娘母舍和剑气，主出出西点前，何当感觉公孙可敌？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当书房，关家二三十座上，天地为之救得人，何日夜色救日落，叫日军队参梁山，来日雷电修建我，把你江海去掩清光，敢断诸事两节末，万有地主团魂行，连绵离人在别地，要不出桥心痒痒，一问答的有意，但是不输千万香，想得是你八千人公孙剑气切得，我是两杆书还剑红点寒冬昏红血，烈丸煮得三一样，你爱一煮羊寒夜，今朝对剑莫一将，激动血腥出小血，大洋急关桥休将，落剑爱来我当初，老虎不敌地上，浙江红山撞秋千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